Hello， 摇的声音很小哦，那就叫他小声一点，不是，就叫他大声一点。我还不够大声吗？你这大声什么嘞？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我等一下可能要去倒垃圾。他说他要把自己倒进垃圾。闭嘴！我等一下要去找姚，对，姚等一下要开车来。你最好说来就来哦。在那边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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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我听到垃圾车的声音了。那等我一下，我去倒个垃圾。哎，你不要睡我床！不要，那个有我味道，恶心。真的，我真的看不到。那你看得到我帅气的脸庞？啊，刚刚有人讲话吗？我的眼睛也相中。大家安安有度鱼。哎，我在虚空哦。小猪，小猪，小猪。哎，小猪的头会跟着我动，哎，好可爱哦，不动了。哎，你看，你下面有观众，哎，下面有观众。什么？好，下面有观众。兔子开台。这也太可怕了吧！不要！停！你怕我挖？不累。你怕我挖你脚下是不是？真的哦。然后这个明条看见我必定单身，这个要讲两个字，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？哪两个字？垃圾。对不起，阿基，阿基不要哭，阿基不哭，眼泪是珍珠，越哭越像珠哦。哇，好有道理哦。为什么水里还可以有肚鱼啊？水里有，因为会游泳啊。谢谢哦。不客气。